现在这个是在，你看，货真价实的河豚，大家这个河豚的品种，跟我们想象中的河豚很多大刺的这个不一样哈，有没有？它是那种小小的刺，小小的。那听说你会拿河豚来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这个是要准备开始弄了吗？拿皮来用啊？根据小刚我的了解，这是一种名叫文富叉鼻豚的河豚品种，在台湾也被叫做北点马阿西灰龟，但是因为毒性极强，所以通常被当作观赏鱼种，根本没有人敢捉来吃呢。大哥，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哦。想吃的可是得要拼上老命的打算哦。世界第一点。河豚是一个很特别的鱼种，在日本人呢，他们会喜欢吃河豚。我自己本身没吃过，但是因为河豚有毒，所以吃它要非常小心。听说这几年在台湾也慢慢流行吃河豚，但是吃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河豚。可是这次我们在印尼打听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河豚神人。怎么叫神人？因为他把河豚神利用。到底怎样神利用？我跟你讲，我其实也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打算来拜访他。哦，来，他刚好在洗河豚。嗨，老板。Hello。哦，你现在这个是在？你看，货真价实的河豚。大家这河豚的品种，跟我们想象中的河豚很多大刺的这个不一样哈。有没有？它是那种小小的刺，小小的。那听说你会拿河豚来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这个是要准备开始弄了吗？拿皮来用啊？根据小刚我的了解，这是一种名叫文富叉鼻豚的河豚品种，在台湾也被叫做北点马阿西灰龟，但是因为毒性极强，所以通常被当作观赏鱼种，根本没有人敢捉来吃呢。大哥，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哦。想吃的可是得要拼上老命的打算哦。看过很多人家去鱼皮啊，到底是要这样去河豚皮耶？哦，内膜也不要是不是？不要，阿罗伊那个地方。有看到？啊，不用。他整个，等一下，哇，好痛！你看他这个，啊，什么的？不是，一直在剥，好刺哦。内皮比较有腥味。哦，你看。它现在都是以吃为主哦，炸河豚皮吗？日本好像有，之前有看过人家那个，吃除了吃河豚肉，那有些料亭啊，就是他比较不敢吃河豚肉有疑虑的人，他就弄那个河豚皮，炸河豚皮给你吃，然后也因为不会有毒，然后也蛮特别的，然后也便宜，他其实非常小心翼翼耶，然后现在连到已经剩嘴巴的部分了。ini sudah diambil mulutnya ini potong mulut juga. Oh, mulut juga ya? Terlalu istimewa. Hati-hati, hati-hati. Mulut juga ya? Mulut bisa makan? Biasanya daging bukan hanya daging bakar saja. Oh, oh. Okay. Okay. 好。你看，哇哦，完整的 ，OK， 你放手，他不放走，等下每次都刺到我，好痛哦。割完了就像这样子，整个皮完整的去除，哎，其实很漂亮哎，而且完全没有伤害到这个皮哦，很完整。这个连这个鳍这个缺口不是它切开的，这个缺口是它本来。身上的缺口就有了，然后眼珠，你看刚才的眼珠，他连眼珠都去得非常完整，很诡异哦。然后他的牙齿，他是把嘴这边嘴骨的部分整个用切的把它切下来。哇塞，我说大哥啊，人家日本人吃河豚都是达人级的师傅在料理，过程之严谨可是一点都不能马虎，就是怕吃出人命。结果你老兄只有这么一把剪刀啊，又剪又拉又扯的，硬是把河豚皮给搞下来。唉，虽然我是不知道河豚皮有没有毒，
但是吼，看到你这种处理方式，很难不让人担心呢。太奇妙了，你看他要把它放在这个工地用安全帽上面，然后把它晒干，把它吊起来晒干不就可以了吗？放在上面晒干有什么差别？像这样子吗 ？OK， 放在上面这样晒干，跟你这样吊起来晒干不是一样意思吗？反正最后就是把它切一切炸嘛。欸，是要像这样子哦。太小了，这样。这个是不是太小？对这个安全帽来讲，有点太小哦。OK， 好 ，OK， 你这样。没有，我说现在这样看好了吗？还要把它夹起来。来，你先看一下。它的河豚有一点小了，但它套起来后模样蛮有趣的。河豚要这样套起来晒干，不会讲哎，感觉有一种很像它身那个你去刺激到河豚的时候，它不会这样鼓起来那种感觉。可是，一般它是鼓下面啊，我第一次看到它这样鼓上面。你说这个还要绑，这要怎么绑？哦，它这个是有点夹子啊。对于卖相上面来讲，这样真的好看很多。但这样子越看越像要弄吃的，全部把它弄好了。你看背面这边，有没有？把它整个摊开来。其实这样摊开来看是蛮漂亮的。奇怪呢，看大哥在那里东瞧西弄，非得把这河豚皮摆成个完美的形态。虽然说卖相家也是非常重要的销售秘诀，但是最后还是会被吃下肚啊！有必要这样搞干吗？你看，这边好多个已经晒好的吧？哇，哎，各式各样哎，下面都有，大中小全部都有。来，你看，它这个哦，你看它这个晒好。旁边还放那个胶条，有没有？啊，你看它弄成安全帽的样子啦。有没有里面塞棉花？然后外面是完整河豚的样子，已经晒干以后的样子。太有趣了，这真的可以戴吧？好嘞，比赛，你摆个比赛。味道真的是哦，蛮厉害的。味道真的蛮厉害的。哦，这个对我来说，哎，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小哎，这个戴起来应该刚刚好。这个安全帽，这个安全帽到底是防人家安全，防自己安全的？哦，这个刚刚好。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好玩哦。那这样子，你做一个多少钱？然后sekarang mungkin。700啦，真的，我这边打完了300，不是，也可以上架。哇，老板子，你看他脸，现在贵一点了，但你可以杀价了，就是你要买就是最重要了。之前一个30-40万，我们都粗略估计大概30-40块美金，他现在一个大概卖70-80块，所以平均下来差不多50-60块美金一个。哎，不便宜耶！以安全帽来讲，它不便宜。误会啊，误会！原来大哥的河豚神利用是把河豚皮做成安全帽，真的是非常创意十足哎，也非常搞怪。要是带着它骑车在咱们台湾的街头爬爬照，肯定吓趴到不行啊，马上成为注目的焦点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。